这一间啊，肯定是旗舰店吧，有够世界爆大的，我带你进去看。你看哦，超级大，你看哦。哎呀，真是有够大的。你看它这边是书店的地方，有没有？这边还有书店，搞错。但是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工作哦，真的很强大。然后你可以在这看书，还有插座。然后这个是咖啡，多大的书。卖化妆品的，很像屈臣氏。你看这个 area 就有点像屈臣氏，就卖这些。这里是 7-Eleven 哦，还有这个，然后这里是糖果，这里是喝的东西，真的太夸张了。然后这边是零食，你知道吗？超级大的。哇，这里超酷的！哇，敬请穿到蓝衫拍照哦！我要穿一下蓝衫，穿旗袍吗？再穿一个。分钟的路途，对，非常好，我也可以上你的路途，太幸运了。雅琴要宝贝了，你要宝贝一个。哎，请问？耶！我要喝舒服这一支啊。对，没错。在哪里看啊？这样，哇塞，舒服哦！你们看有多少人在排队？天哪！这边都可以跳舞，超赞的。哇，还蛮漂亮的呢，小小的一个。这我刚刚好走来这边，想说要去台北车站走到的，不错哎。国父史这种就很古老，哇塞，这么多梅花耶！我觉得台湾现在这些很简单的公园都弄得很漂亮。哇，你看梅花，很漂亮。
刮把裂印，我就退出，退出，是，是才不会忘记，然后这样，耶、yeah! ！